应天门附近有这么一大片红色建筑群，这是日本法务省旧本馆，它建成于1888年，毁坏于1945年。1945年后进行了修复重建，基本上恢复了原貌。这座建筑是巴洛克风格，设计师是德国人。法务省实际上就是法院，制定法律，维护国民权利。法务省有法务史料展示室，从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免费参观。下次有时间，一定要去档案室进行参观。